光是要找那杆。我有那么傻吗？咱们只需要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命令方块。哎，嗯，就这。哎，咱们只需要把这里拉杆拉下来，然后按下按钮通光。啊，第二关极限跑酷，这也配叫极限？这不有手就行吗？哎，好，咱们开始下一关，简单跑酷。哎，咱们跑之前看一下这个箱子里有没有钥匙。哎，这一关非常的简单，咱们加速一下。终于跳上来了。哎，咱们看钥匙呢？不对呀，这个箱子里没有钥匙呀。就这啊，钥匙呢？钥匙在箱子里呢。难道我有那么傻会再跑一次吗？啊，第四关极限跑酷。所以方块呢？你倒是给个方块给我跑啊。啊，我飞过去。哎，我明白了。好，兄弟们看好了，一遍过。不要搞了好吧。哎，亲爸，就这打在公屏上，点赞评论作业少一半。